龙江外部卡布大厦下人母外家是本来是好好今晚要放牛说吹龙母笑啥笑有什么好笑假好笑假好笑好悲啊来为了公哼要努力呢红桥这里五花兄的命令将公孙息来带来到这里转用度我今天来到这个所在就是贵宾呢转用度的多主贵民刷新你的模欠了这个花兄就真大的这人情就对了因为贵民刷新在这个所在还是多专门一个抢这个贵翁的尊相一条顶准备要给惊罚什么就是哦经过着这花香的介绍所以贵民刷新这人倒在襄阳王赵刚的手下所以这上岸无上朝廷我不敢来给惊罚因此我来到这个所在威风凛凛晒起来停这晒起停停这人真正行得到碰到花香的关系我来这个所在会使大吃大啉上交差皮用挂起哦它变成闹哄闹哄讲话安尼拢未成熟唔够衰哦来了来了来拄到你一个目睭挪挪，你像你啊？哦，我自我介绍，我就是质量队接待组长，我叫阿萨普鲁。看你无啊，你讲说阿萨普鲁，我看你这人两公两公。哦，我唔是中原人，我是苏联来的，所以我生做跟你无啥共款，讲话嘛奇奇怪怪，这个所在世界各国的拢总有。世界各国的人拢有啊，啊你嘛介绍者吼。呵，我来介绍，澳伊朗的。伊朗我知。澳葡萄牙。葡萄牙不听的。澳西班牙。西班牙我知，迄两起印度。啊，够无？澳多只个外印度的，够多只内印度的。你爷你咪关心人，食只大汉，万载多一个做外印度，够多一个做内印度。有啊。哦，除了内阴道外阴道，佮不知道。你啊，后迄不知道，就是有这个国啊，你唔知影尔啊？啊，国有无？国有无？国讲者，国讲者，我大开眼界者，恁家是联合国的款，这就是联合国啊。啊，所以唔知影，各国犯罪人拢走来到这绝龙岛，刀口鬼面刷新，你点无做海滩？你啊嘞！公安的嘛想以后，这所在莫怪是一个哦，或者海产岛，一讲多一讲诶，伊拉克，吼伊拉克我知啊，美国，吼、哦、美国，讲你嘛听未了，听我用快船的较紧。你娘嘞，公安的嘛想以后啦，你搞搞的较紧，阿无我听讲我用要困去啊。总之这个多上就是可以说、两社分执就对了各国的人各国犯罪人都走来这就对了是的是的我跟你说、你们到底是信多一教我们中国、就都信那个佛教啦道教啦跟牛教你们信多一教 我就是道教的我道教的我知道早就听到你是妖道专门在讲中间的唔系讲我较早认输啦，我做乜计师叫冇见啊？做可能呢？哦，应该。后边啊，你对贵宾大厦咧讲我应该。哦，你冇应该，你冇应该冇事。后边啊，你话交啊，什么话冇应该冇事？你咧讲话真歹听咧，什么执牌助长，马上叫你头家啊，你死头咯。
好啦好啦好啦，阿你我阁讲我阁讲，我阿你讲，今仔日吼要招待你上顶的好酒好菜。阿你有生意，因头家有生意，阿咪用什么酒我你嘛啊？巴拉松，你娘嘞！用巴拉松我你咪啉哦，你咪啉落包巧去的啊？那是农药呢。哦，我阿你讲，那阮家的名酒都是叫做巴拉松。甲恁中原咧头龙药迄个巴拉松是无同款的咯，哈哈哈！哈，你咪加点咪刷尿，啥物咪摕巴拉松互你白啉，你咪包死嘅，嗯？哦，恁家名酒叫做巴拉松就对了，是咧是咧。啊，刷落去呢，好菜咪用啥物好菜？下面这道的好菜就是阮家请人摕上好的料理哦。我叫啥物名？我叫啥物名？加爪插刀钉，我的靠背啊！你哪嘞？加爪黑只哟，刀钉黑只哟。观众刀钉大概听无啥有啊，刀钉就是像像标号一种的啦。什么叫做标号？是电砍棒的标号呢？不是啊，标号就是壁虎啦，壁虎哦，人讲神人啊啦。哦，神人啊？是的。不是啊，那不是神人啊啦，那是工名尔。哦，工名啊，不是用壁虎哦，不是啦，阮家壁虎是一种非常珍贵、非常珍贵的动物啦。你哪呢？在台湾，迄个神人啊，甲咱看到惊死，安只是珍贵哦。是嘞，是嘞，阮家家雀，那甲普通的家雀是无共款的，嘛是会使讲哦，非常珍贵的物件，在这个岛上，甲人与众不同。好，安尼我知影，我知影，你即马口病哦，小可有较标准了呢。哦，无多啦，深深出来，那后过咧听，讲了当然是未准呢。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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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一道名菜是咩菜？下一道名菜我隆重给你介绍，火神茶地主。我死哩，你哪呢？火神茶地主是咩阿那食啦？哦，你不了解。那是阮这岛上的核心，甲与众不同，绝对是非常珍贵。这是招待贵宾才有利用的呢。哇哇哇！核心差甜度，爱甜度呢？甜度嘛与众不同，就是无同款的品种，嘛是使讲非常珍贵，非常的宝贵呢。好啦好啦，口碑今嘛较稳定啊啦，有较稳定啊啦。无钱的，无你是要叫我讲话好呢？好啦好啦好啦，我另当再压一点给你啊！好啦好啦，啊刷落去呢，够啥名菜？好，我介绍，人叫茶骨菜。咋好诶？你哪呢？你用你叫台湾，你是在创啥啦？你听清楚，是人叫，人啊来叫，你唔通听歪去的。好啦好啦，人啊来叫，啊是啥物叫？反正是阮家真珍贵的鸟，叫狼鸟咯。你哪呢？我的鸟都无去，你讲叫我食鸟？啊，食鸟不鸟啊？好啦好啦，鸟你妈那个皮！呀，讲什么名菜咩？我惊死无。好啦，名菜阁有咧，芒啊炒米粉。啊，芒啊！你哪呢？拢食一个细菌呢？你唔知，阮只个蚊啊，是爱用人个血去甲饲，嘛是非常珍贵咧。哇！拄到你只吼，你难讲个，我实在怀疑我。刷落来，我阁甲你介绍。哇哇，咩，我甲你听惊死，食他唔敢食，卖阁介绍落去啊。安尼好，为着要升红个头，我今毛校长兼讲经，我准备要来捧韭菜咯，我捧把它送互你食，你晓得呢。要去捧菜，兼把它送我食，没事要逼我死呢，你哪呢？跟他听着惊死哦！来了来了，哦，塞你娘，塞你娘！你哪里敢么冲？我你是唔敢管捧菜呢，敢么送？拍手拍手！那阮家塞你娘意思是讲你好你好。你娘嘞，连话也跟人无讲就对了，莫挂做联合国。我若跟你讲歹势，就讲杜林木，什么？你讲杜林木，我你怕死嘞，是歹话。好，你会使使我娘，我未使杜林木就对了。丢。
我懂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夸你这名字。哇贝喂，你俩嘞？啥物？啊，真正好心忙啊！哎呦，家抓帝都，你来，迄个物件会价钱啊？还是台湾人看到你们都惊死哦！你袂记哦，有一年哦，叫我二员去迄个叫做下山岛，你来嘞？听啊，结果，我咧未曾食饭哦，啊，迄大陆这下山岛，迄阵有讲那啥物呢？未曾食饭，迄个大排档餐厅。好心一大堆，你咪就吃袂落去啊！啊，今日有哪件所在，让你请好心做贵宾，他妈妈的耍笑。啊，你若无吃就无生意咯，无吃你就犯着阮家的所在规矩啊！什么所在规矩啊？这两道的规矩就是讲，人起来，阮老物件留你吃。你若无吃，就要给你拖出去台死呢。啊！用兵你袂吃好心哦。我想讲，我碰到这个花香，阿你哦，也限定来这个所在摇摆者。你怎么叫我吃好心啊？啊！你若唔吃哦，带你的死哦！你一个人了，阿人家人足济，我看哦，你在家咧。哎呦喂！主不太客气咧，其他人的生意都是无礼貌，你赶紧吃哦。你别想讲来吃有好面的，你当时还红遍吃的肚丁啊，吃干爽啊，我死啊我！吃落啦，吃落啊！一罐巴拉松是怎啉落啊？巴拉松什么名字我评看麦？哎呦哎呀，那也安尼酸啦，不是阮遐盐酸嘞。我记啦，你吃落哦，快死袂老啦！我快死了，够很老。别急哦，无吃是会让拖出去抬头哦。好啦好啦，我吃啦我吃啦，恁奶奶，你们想讲哦，来只红金龙马水果虾沙，熬咸熬油，三个韭菜球蓬蓬派派，两碗汤两碗菜，结果来只吃豆丁，吃迄种神人啊！我实在是咧光明小邪，我咧看。哦吼，阿你吃吃了哦。巴拉松是做啉落咯，哦，这巴拉松是什么小酒啊？你看嘛，你先弄啊，你先弄啊，那做歹啉啦。哦，你不要享受了，这是这个所在上好的酒啊。你娘的，没说高牛呢，我关了，这种台，这种台头，你话呢？花香一只嘛，喊喊嘛，你派来书匠，竟然让俺搞我死地，我你们，你好过配到未来？靠妹啊！你们这毒男的，搁在讲个啥想？安尼好，已经跟你交代了，准备你们来这，我来请你看那个妖精打架嘞。好啦好啦，快点嘞！来看落魄站现场的哦，绝对不容易咩？现场的，我安尼哦，行。在恁班嘞，你是在？安怎啊？你拿什么妖精打架？是啊，妖精打架啊！你无啊嘞？人客啊，你会知什么是妖精打架无？我甲你介绍，内底是当时哦，叫阿成哦，去打一边布袋戏啦。那边布袋戏哦，这两两只妖精啊，伊都去后面买一只迄个妖精啊，迄、那个狐狸精，啊，过另外一两只只相拍，哎，换布袋戏，我看看这妖精打架啦。哈！你咪爽劲嘞！我想讲，真久都无相干啦咯，想要来看一下现场诶！啊，你咪装笑诶！诶，本来就是妖精打架，就是阮一个请贵宾所看诶特别节目，就是阿蛇布袋戏啊！我问你，啊！啊，讲无讲什么顺头？人讲打乱输赢药，对唔对？哎呦，输赢药，这个会再坑我，我知我千般多年都上兴诶面诶。对啊，当然知影查甫人真兴的味啊，所以我过来就是用查某互你食，
和你困，和你输。你哪能讲困？我怎么是连电视用挂起满多啦？用梦的人嘛爽啦！吼，安尼吼，电视几个啊？有无？有三个啊？哈，三个！哎，赞赞赞！查某是倒位？查某查某查某，赶紧上岸来！安尼吼，对我来，对我来！那个厢房内底，就是有三个查某在咧等你啊，保证你爽歪歪啊，爽歪歪是无法度啦。我的家私就去给那个，我都爱侬杨无双甘咪挂去咯。我怎么不能认账啊？我紧，你们内底摸皮锁摸锁嘛好，安尼好你入去啊。我来去，我来去。安怎啊？你娘讲，你内底甲选一个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生老查某，你娘嘞？你是要叫我安怎算落去啊？我甲你讲咯，只阮这个所在，那十八岁无行情吼，二十岁也傲，哼，二十五岁不要，三十岁出局，哼。出钱一定要到六十岁才有行情呢？哈，爱到六十岁才有行情？是啊，啊恁这是笑话哟！有起的唔用，什么台用的老的？我跟你讲，愈老愈珍贵，亲像苏联甲中国东北的人心，愈老愈珍贵呢。我的分析，人生愈老愈珍贵，查某愈老还愈珍贵哦，是要找做阿妈心？我跟你讲，自阮这个绝良岛上都是这个风俗，因为世界联合国，吼、哦、联合国，所以讲个人的口语无同。但我总结一句笑的，你俩呢？啊，真是！我跟你讲，拒绝人的生意都是无礼貌，哈？安怎？你一定爱入去跟人说说蒙蒙的，有跟人算过，安尼才是有生意。那无你对主人无礼，拖出去抬。我跟你讲正经的哦，那无你等下，下底头向挂起，连整块的头顺续向挂起咧。好了好了好了，我你们算了，我你们算了，我咧安稳暖。三位，你无生意，无啦，我安稳暖，我来去，我来去。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咪哟，哎呀咪哟！哦哦，这句英文我听咧。哎呀咪哟！哪里闲咯？我的娘嘞！这三个内底哦，有一个日本人啊，日本人，只一个日本兵啊，干咩用 S N？ 干咩低垃圾？干你低垃圾？是啊，说落去个用片片干咩收个背身骨怪事？我来这个没养生，其实是咧用年纪啊。人日本人都就爱这个 S N 嘞，真欢喜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交谈方式啊！我的老家伙。咱们输个头死马精，何做交台啊？这是上等的交台嘞！今麦是咧交台啊，硬台啦！恁话咧，叫我食豆丁啊，食红参，食鲜人啊！啊，你们来把它送送来去哦！佮今麦去看个布袋用个妖精打架，送来去叫老查某甲你们领地，看我实在哦，唔够衰啊！袂使讲衰哦。小心蝴蝶就在你身边，你若讲衰，这句话就是本岛上大的禁忌。你若讲这句话，让拖出去抬啊！连衰也未使讲哦。是啊，小心你的言行哦。
我咧拄着鬼啊！啊，拄着鬼卖抬头哦！你话未使讲，是咧，我咧娘靠，军娘真好，讲一句，安尼都无代志咧。啊，你若讲其他代志，你要注意哦，讲无西王烧水抬头咧。恁爸咧，恁家还啊还几家还钱，讲不但还钱，讲假高人。什么联合国的？莫管你行出来哦，你咪看你的目睭内啰啰，甲阮台湾人内无啥共呢。我今仔是在倒大霉咯，还佫有甚物出头哈？无啊，过来当个女侠困啦。哦，女侠，五星级的哟。是啊，五星级啊。啊，啥会？五星级。五星级啊。你这所在是什么女侠做五星级啊？有啦，你对我来咯，我行来去，行来去的。你娘嘞！你爽我来这白沙边叫我困觉啊？那树顶用桂香啊、芭蕉香安尼砍嘞，安尼叫做五星级的饭店哦。这五星级啊！哈，我讲一解，五星级啊！你哪里有这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你哪里讲音？我衰笑啊！我跟你讲哦，其他人的生意都是无礼貌哦。你若唔困在家，你用拖水抬头。好啦，我困啦，我困在五星级的大饭店啦，我来安尼尔。我等来哦。会解花乌条花香，讲你甲我硬猜啦。我甲你讲，花香是阮无咧外惊呢。哈，你无咧外惊？因为阮十两刀的刀主鬼面煞神李点无的功夫，比花香较厉害呢。而且伊人马嘛较济呢，所以不一定会惊伊花香呢。我安尼讲，莫怪甲你咪认定。你来这所在最好较乖的哦。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较乖嘞，较乖嘞，我先过去咯。你好好困在五星级大饭店啦，过去咯。别再我嘛卖来，你俩的花香派这个苦差事给我，我实在有够衰。即将到临，来到阮土上，靠着花枪的势力，真晓摆，所以条故意给创的，呵呵，你带五星级的饭店，呵呵，歹势，不是五星级，是五星级的，呵呵，人爽无得讲的。在夜馆的所在，被人放火，花蝴蝶、花枪，当着一个新婢女郎，两个人来到着夜馆里面行刺干代人未遂，将着公孙切、公孙先生掠走。因为双方被放火，所以吼、手尾不能相顾。一方面，佫特别在注意着干代人的安全。无一个阴差，将公孙切、公孙先生劫持为人质，骑马离开现场，带走公孙先生。众人为顾及着人质的安全，唔敢追赶，再加上马房的马，事先拢予用泻药来解吼，毒甲每一只马拢未走。哎，阮开封来，实在民主真少落地。
我爱好吼，四处一个查明，这个金贼到底是将着公孙先生该藏在什么所在？现在已经有听到，金贼花蝴蝶将着公孙先生该关在着绝龙岛的所在。经过我师尊迄条河地化的分析，这就是吼、花蝴蝶花枪故意放出一个风声。也就是利用公孙先生做你你们英文众人到着绝龙岛来赴死。听讲吼，绝龙岛是一个海贼岛，各国犯罪歹人拢走到绝龙岛来投靠着这个岛主。阮众人相信着这个公孙先生无性命危险，花蝴蝶只是要引阮众人去赴死，所以袂使轻举妄动。我在着这个海边吼，是咧调查，而且吼、就是爱问在地居民，看这个绝龙岛有啥物造势，有啥物机关，甲伊兵力部署如何啦？是啦，来调查看卖。头前闹一个囡仔，是海底是咧耍水，吼、十二月天也要寒死，准备甲叫起来，伊若无若感冒，看要安怎？小朋友，你安尼吼，十二月天，待在水底吼，安尼一耍水会感冒，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啊！我逐日，安尼真正是吼，你真无礼貌呢。安怎？你安尼这么野蛮，大概是爸母早死，无人教死。夭壽哦，三石頭甘要結，你咪甲你接起來。嘿，你真可愛呢！來，有本事吼、上花來，你我兩個吼、來爭看賣。你這欠人電，想野蠻，安尼好，阿德叔。你這個野蠻囡仔吼，你什麼名？劉明來。我就是叫爱心动赵良仪啊，你也做叫爱心动赵良仪，嘿啊，这角色吼，专门一个管家的所在，就是你算这个角头就对了，嘿啊，囡仔人就咧教人学角头，无甲你教死，绝对袂使。
小弟，要我也不知道你什么名，你什么资格跟我相杀啦？让你偏胖一下，我就是叫做小杰艾虎，我的师傅就是黑妖虎地化。哦，唔捌听过呢，啊你真难摸你阿二阿哈。在小剑爱好，当朝几位心同赵良宜，两人一言不合，在这所在发生了一场的大斗咯。够一套啊呢！也若无顶真功夫哦，你唔知泰山外悬，知恁小爷爷艾虎的厉害，是无？拜见五叔，艾虎，你因何当着这名小神童，两人在这所在动武呢？五叔将情听说，咱来到这所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调查绝龙岛种种的知识，当着地理以及着机关，需要在地人提供予咱消息。所以你唔通冥龙，让我来传闻着这名的海童及戏灵，了解一二啊！你看伊水性真哩好。十二月天要可能在水底来去自如，显然伊是住在这个所在，环境真实。你减退，好，再了。怕输到大人，小神童你好，四海之内皆朋友，请勿动怒啊！哈，哦，你四海鸟，哈哈，啊，我比你较大，为何你会比我较大呢？因为我叫做九海神童赵良宜啊，我管九个海，啊，你管四个海尔，所以吼、哦，我比你较大。九海神童赵良宜，真好个名字。请问这个名字是什么人来给你命名的呢？啊，讲话讲到白的啦，讲话我听无啦。我是讲，你这个名是什么人给你号的呢？都阮阿公啊，令祖父给你号名叫九海神童赵良宜。那呢，令祖父高姓大名呢？那讲着阮阿公的名吼，你会惊死啦。为何我会惊死呢？我阿公叫做广海高粱赵天祥。好，广海高粱，显然伊水性真好，是何请神童令引荐，让我见到你祖父一面呢？我阿公吼、哦、已经不管风尘俗事了，伊讲哦，除非一个人伊才要见面啦。啊，其他的人吼、哦，伊就拢总无爱甲人见面就对。
平时哦，我阿公啊，就是拢哦爱啉两杯啊，所以吼、哦，我就是来这个海底，你要抓龙虾，和我阿公啊配烧酒啊。哦，既然这代，那咧林祖父是什么人？伊才要见面呢？就是讲我做金毛翅白玉堂，金毛翅白玉堂，因何金毛翅白玉堂伊才要接见呢？因为我阿公啊，讲这个白玉堂就是换贴兄弟白三村的囝儿啦，啊，所以讲吼、啊，地位就是白玉堂，伊才要同伊见面啊。哦，古人这代嘛，嘿啊，真拄好，小心堂，我这则是金毛翅白玉堂本人啊。啊，臭蛋臭蛋，你唔相信，那呢？要如何让你相信我是金毛翅白玉堂呢？听我阿公一直咧讲吼，白玉堂轻功好非常的好，威廉招标吼啊，心轻如燕呢。安尼好，为着要证明我是真正的白玉堂，小心堂，你看，在着这个空中有一阵的飞鸟。我飞上空中，左手抓飞鸟，两力关系，哈出！哦，惊死乌环！什么呢？不是啦，惊死乌门啦！哦，你安尼哦，空手也免用射箭诶，啊，飞上空中就可能抓飞行的飞鸟。哦，你是真厉害呢！啊！你真正就是金毛翅白玉堂本人无唔对，是啦，龙姨，是不是请你引荐，我当着你的祖父的见面呢？安尼好，安尼随我来，我带你来见阮阿公，行。